我知影，再麻烦你无论安怎，让我找到张正浩的下落。对你这么真心，你竟然出卖我！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，我用真心换得你的出情，你欠我一切，我绝对要加倍讨回来。你给我冷静，完全给俺扣完呢。个爹妹啦，行紧。你看不让看我女儿去操劳呢？点点啦，丽萍，丽萍。哎，那人敢不是扣扣？那查甫老弟这么无礼貌啊！三爷，你今日创啥？特别说夺命共款啊！可可伊着性命危险。我的电话当时接电话啊，而且你开车也袂用讲电话。哎，绿灯啊，搁唔紧开，等下去网吧。新北小三千万豪买，这种电话哦，不是诈骗集团，就是要推销信用卡还是贷款。我不是不敢接，我是不想浪费时间。那是推销电话还是诈骗集团？那可能一定搞，接啦。干嘛需要呢？你若不接，你哪知影啥卡？紧接啦！喂，喂 ，Coco， 我是林世文啊。Vivi 哦，哎呀，你换电话哪会无讲啊？我查资料，佮两个是诈骗集团。Coco， 我是世界集团林世文啊。啊，歹势，也是讲我卡唔着电话啊哈。无啦，你无卡唔着。哎、欸，你今日连我声你拢袂认诶！你是不是伫个浅水湾过了上会话，逐工看海看到啥老师？你拢唔知影，我即卖工课有偌无闲诶，代志有够侪。但是哦，伫地狱同款，哪有钱处理啊？逐工哦，拢伫天堂。哥哥，你来讲着菲菲啊？你来提起着浅水湾啊？宠物天堂，这表示讲你知影我是林世文对不？你的身躯边正是有人，你无慌忙讲电话。卡叔那是，你即摆有性命危险，你得回答我讲，你无想要提我限量包。哈？你讲你要把你的限量包卖给我？拜托嘞，我无啥其他物件，我
我无要买你的限量包。你瞧，我今麦巴肚枵啊，讲起来哦，主要是小笼包。好啦，弟弟，我白跟你讲啊，我跟我的朋友今麦真要紧的代志爱去办。明天咱先做伙去吃小笼包。讲起来哦，我真正就很顺利耶，那我就想要坐你的船，做伙远走高飞。哥哥，你先详细听我讲啊。拄则看到查某人将你押上车，我起码对你列车后壁。你放心啊，我想办法救你啊。好啦，就安尼，拜拜。这飞机一下子，那暑假伊讲我做毛衣。冰冰哦，是我姊妹仔看，我们是闺蜜，当然就有话讲啊。既然安尼。要该借钱啊！拜托一下，你讲三阿表去有鬼抓去啊？你无听到？伊讲要把伊的限量包卖给我，伊要哪有钱好借？我拄则听你安尼讲，应该是什么千金名媛才对啊？哪有可能无钱？菲菲哦，不是什么千金名媛，伊是一个艺术家，是我艺人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。我哪会知我两个哦一拍即合，个性有够嗨。袂使天作之合，赶快！我两个前一阵嘛搁讲生笑，讲起嘛头发发一定过啊。假使我两个哦，两个五十岁还嫁不出去，归去我两个哦，就办一个同性婚姻，两个哦，谈好老来办。我照你安尼讲，你嘛算是我的前提啊。我今日好要跟伊识识者。你怎么冲进来，休敢行我？喂喂，你讲菲菲是你的好姊妹啊？你是查甫呀？他们同婚呢？无你即摆是来搞争吵的啊？我无想向你交代这。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度交代啦。艺术家，艺术家是倒来限量包来卖你啦。停车！你，你先走啦。我看小薇才过来啊，我哪无看人啊？菲菲，原来菲菲就是你哦。林志文，赵正浩，原来是你靠靠阿嫂的，早知是你啊，我第一路就报警了。你即摆才知影去卖货啦？你迄个兄弟啊，算巧了，佮知影爱甲靠靠的人起来搞设计。林志明去搞拍一届啊，我无可能佮你怪去。你咪佮啰嗦！靠！这两年到位，怪谁放开？你想要知影伫倒位的用的，就钱也少。你想要地钱？我坦白跟你讲啊，我即马咧走路，我无钱，我是要来走路。赵正浩，你真正够悲哀的，好好的医生你不爱做，拢做一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啊，即马咧。煞变成是亡命之徒啊！好啊好啊，莫阁念啊啦！你想要念经去庙里念啦？只要我摕着钱，我就帮人。你要偌济？对你来讲应该无算济啦。
2000万，你请定位，我不了解。你是谁？张三好，今麦警方死人在找你啊！你想我去自首啊？是不是啊？我怎么去自首啊？我就无机会翻身啊啦！你若敢伤害我，你就罪加一条。到时阵，你就无机会翻身啊！我今麦已经判一堆罪啦，无差一条啦。是我的招，我想要去报警。你想要找可可？好啊，你就去地下找伊啦。你讲啥？你讲可可代志啊？啊！你讲，你要去干啥？嗯？可可，你这个笨手，你伤害这么多人。个拍昏机啊啦！伊人我拄在倒伫个，张正浩人呢？你哪帮来啦？啊，是嘞。哎，你去倒位啊？你去张正浩人渣啊？伊应该去走无门才对。可等一下啦，张正浩是卖走路呢，伊啥物违规三十台就做会出来啦。咱先离开这危险的所在，等伫个路的吼，咱行咱报警吼。今麦替你平复哦，应该较爽快。多谢你，你真正足温柔的。今仔日加在你及时出现，啊，若无张正浩那小的同款，我你搞今麦早就无命。哎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叫啦。哦。小姐，你安怎无？啊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啦，我本来想讲吼，买一个新的保温瓶给你啦，啊，为着要动起来推车，搁来摔歹去啊。啊，不安尼啦，我搁买一个新的行李啦吼。哎，唔免啦，拄只男士你出现救我，我可能真正会受伤，感谢你都袂赴啊，奈何意思搁叫你买我一个新的保温瓶啊？保温瓶？啊？你讲什么保温瓶？你刚想要问我敢有保温瓶？哦。无啦，歹势啦。我看到你的笑容，让我想起我的朋友啦。我拄认识伊的时阵，我就无说你，煞将伊的保温瓶给弄歹去啊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伊拢称呼我叫做保温瓶。你的朋友是吴嘉文吼。虽然啊，我是唔知你当时是啥物状况，啊，不过应该嘛是一个动作片的场景。你哪会知影？因为这阵嘛，恁大家和我对吴嘉文的了解就是，伊是一个 trouble maker。
不过讲起来，我今麦干那么死啊！一个啊是蔡韵如，一个啊是张正浩，规天哦，跟他应付这失去控制的人就袂好啊。敢讲是因为我甲吴佳文那边生做同款？对了，张正汉哦，已经被落网了。我相信哦，伊一定来这，搁对你不利啦。我想哦，即摆个间饭店哦，先替你换另外一个房间，安尼比较好安全啦。多谢你想我这尼啊周全。我敢问应该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啊！你头拄仔目睭了啊，紧紧看，你心内在想啥？我这个人不介意讲白话啦，也毋过今我讲出来的话，会去冒犯到你，所以我看，我是莫讲好啊。你愈安尼讲，我就愈好奇啊。你若是我老实讲，我会认为你是超过伊吊我的胃口。无啦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那你先来想啥？你就是话是讲啊。好啦，我就坦白讲啦。我看到你的笑容，就让我想起嘉文。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是对你心内迄个吴佳文动心，还是对徛在你面头前我动心？你确定不会等王当初来再拆纱布吗？唔免啦，我爸为着要替我找权威的医生，这几天我袂虾米困，我无想要增加伊的麻烦，我希望我会当家己先面对现实，不管结果是好还是歹。我会当先调整我的心情，才甲伊讲。讲起来，我这个心思的兄弟，我已经得到你的认同啊。不过，拍好两只亲兄弟，甜甜的身躯顶留的是人家的血，就算你无去拜托伊斗相共，伊嘛无可能放人家无管。你干啥呢？我啊，跑我们爸这条，你不要算啊！林妈妈，你亲生的老母！张正浩即摆去用统计吧，永兴医院即摆即个大款，蛮个搞等于王家，所以林志明交我可能即摆趁即个机会到王彦希合作，这嘛不是我可能，而且咱已经对林志明出手伤侪，伊早就跌脱，所以咱即摆咱要对王彦希这边提出建议。你这残啦，你当作我心肝宝贝，你搞我心头的吗？当作是你家己的，我要让你吼后世人。拢苦力人啊，来得好好反省。就算讲过去捌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伊已经知影伊不对，伊嘛已经反省。不对，过去阮爸所做的代志，都无罪我来担。你挂起做，这就是你做的。